说起迪丽热巴，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。迪丽热巴自从出道以来就受到了很多粉丝们的追捧了，不仅身材好，而且演技也非常不错，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认可。而在今年，热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综艺节目上，很少拍电视剧和电影，很容易会让观众遗忘了她。而杨紫和赵丽颖等一众小花旦都回归了电视剧，所以热巴也要马上回归了。最近热巴在拍一部时尚都市剧，这一部就是《爱情高级定制》了，而且这部剧也为波先火了。在这部剧中，热巴饰演的是一个御姐的身份，非常有范儿，不少的观众看到路透都非常的惊喜，服装简直秒杀了全场呀。而当镜头扫到男主的时候，不少网友都炸锅了，原来这个男主就是黄景瑜。黄景瑜也长得非常帅气，俊男美女非常亮眼。而这部剧的题材也非常的让人期待，是讲述了服装设计师周放，迪丽热巴饰演，与电商大佬宋凛、黄景瑜饰演，因商业官司而遇。他们势不两立，但在不断的相处过程中却意外的萌生了爱意，两人的感情也非常让人期待，题材也非常的吸引人。而且热巴的形象也特别适合，不知大家是怎么看的呢？